大家好，我是 Nate。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 Nikon 的 FM2。 那这台相机会购入它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它是一台就是全机械式的底片相机。那 Nikon FM2 其实也是受到非常大的讨论还有欢迎，所以市场上它仍然非常的热门。像有很多朋友，只要是家里以前就是有接触到美工啊，或者是摄影这个区块的人，就是几乎每个人都会从家里面的防潮箱里面就是翻出一台。那我购入了这台 Nikon 的 FM2 之后，就是一共也添购了两个镜头。一个是就是现在手边看到这颗 50mm 的标准镜，然后它有 1.4 的大光圈。那其实我已经很少使用大光圈的啦，所以后来我又补了一颗 35mm 的镜头。那理由是因为我觉得35在我多年的拍摄经验来说，它仍然属于就是比较进可攻退可守的焦段，所以在底片相机上也一样。那我觉得焦段还是在使用上会影响方便性蛮多的。那实际使用了就是 FM2 拍摄之后，就我发现说，即使它虽然是全机械的相机，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电子测光的功能，那还蛮方便的。好，它透过这个就是观景窗，就可以帮你就是显示目前的光圈，还有快门，就是搭配起来的曝光值是否落在一个就是标准的曝光里面。那如果有过曝或欠曝，它都会提醒你。如果你不想要全部就是透过 APP 去测光，我觉得有这个电子测光还不错的。那就是实际拿了这个 FM2 拍了一卷底片之后，我的想法是，就是因为机身加上镜头的重量其实还是算有一点重量啦，所以我们就是期待它出门的时候拍摄它并不是说非常的便利。但如果就是你想要就是拥有一个人的摄影时间，或是专门为了某些特定的主题拍摄，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在使用底片相机之后，我发现就是放慢步调，然后好好的去感受每一次的快门，或是决定每一次是否要按下快门的时机，会变得比使用数位相机的时候更加的慎重，又或者是说，你必须要享受在完成快门前的所有思考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数位摄影，它可能会比较让我们因为快速便利而忘记的事情。这应该是我拍摄底片之后的大约第五到第六卷底片了。那底片该怎么说，它让我重新思考了摄影非常非常多。因为在过去就是用数位相机数位单眼来摄影的时候，总觉得说就是我想要记录更大量的，
更快速的去完成每一次的内容，但往往在时间条件有限制的状况下，去增加快门的数量，会让我自己忘了，就是说我应该去感受更多事情，而不是只有目的性的完成这些快门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被忘记的。最后也是谢谢，就是你能看到最后。那因为我对底片相机的体验跟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，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也是尽量的去感受这些事情，但或许以后会不一样。那如果就是你对这些内容啊有什么指教啊或者是想法，那也欢迎你在我的底片下面留言，那告诉我就是说一些建议啊，或是有没有什么想听我聊的事情。那我是 Nate， 有机会再分享更多的心得给大家，我们下集见啊，拜拜。